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 Node.js 之消息服务器开发。在上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说到了这个访问控制列表 ACL 这一个权限方面的一个控制方式。然后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限制呢是比较严格的，另外呢，它的这个控制方式比较单一，就必须说通过我们的这个 username 和 password 这种类型的东西来控制。那这个呢，控制起来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想要更多的控制，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在 MQTT 里面的一个权限控制。当然，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里面的一个控制的话，主要还是针对的我们的这个 Moscow 里面的一个权限控制。那它这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更灵活的一个权限控制呢？看一下。主要呢也是借助我们的这三个方法，authenticate 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验证我们的这个连接的允许，就是说我们这个连接是不是允许被连接的。然后第二个呢，authorize public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控制发布消息，它这个控制呢，它能够验证我们的这个主题，还有我们的消息内容，这两个都是可以拿到的。所以呢，他们都是可以做验证的，到底允不允许发布这样的一个消息，发布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第三个方法的话是 authorize subscribe，这个呢其实是控制订阅的，因为在订阅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传递我们的这样一个主题，所以呢这边控制的也就是我们订阅的这样一个主题。好，要灵活的控制权限，那么就需要借助这三个函数，那我们如何来实现呢？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代码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还是把 server 先简单起来一下。这里呢，我为了简单的话，我直接怎么做呢？我直接在这里新建一个authorize connect，当然我们这用 HTML 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连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边的代码还是先给它复制过来吧，因为都是比较一致的。好，这里我们就先不管它，先给它干掉。好，首先是第一步，我们这个连接。我们连接什么时候能够连接？什么时候才算连接呢？好，先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先看一下。当然，我们得看还是在这个控制台里面去看，看一下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做任何输出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呢它没有反应。但是另外，它也没有做这个重连这些东西，什么原因呢？因为它这个连接是成功的。看一下，连接其实是成功的，所以呢，它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处理。那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想实现灵活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话，我们首先这三个方法就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自己来实现。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说，我们要定义这几个方法。这几个方法其实我们已经确定好了，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参数列表，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方法，我们把它copy过来。好，copy 过来之后的话，我们使用什么呢？callback 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在 Node 里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是否是错误，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它真正的一个信息。好，我们把这个地方改一下配置，配到这里来。当然这个添加 user 这个我们就可以不要了。好，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置使用这个，我们这个时候来启动一下，看能不能跑，能不能连接呢？看一下，
好，连接成功的，是可以连接的。当我们把这个地方返回值改为 false 的时候，我们再来试试。注意看，这个地方也就没有出现 client ID，也就没有连接成功。然后我们在客户端的话，也能看到它一直就是在说没有权限这样一个错误。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权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callback 的第二个参数到底是 true 还是 false，那就能够决定它是否有权限连接。在这里呢，我先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数据，怎么做呢？好，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 user 的一个数据，当然。数据表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模拟成一个数组，当然有一些属性。这里就会有一些 public 允许的什么呢？允许的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哪些？那么这几个主题来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访问到，好，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订阅的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是我们允许订阅的一个主题有哪些，允许发布的主题有哪些，这里都可以。这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用数据。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还需要定一个什么呢？User map。这边的话，其实是我们真正要在代码里面使用的这样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存储我们这个连接的一个用户数据的，就是用它了。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方法，我们应该怎么来实现呢？看一下这个方法里面，既然有 client，也有 username 和 password，我们肯定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验证这个 username 和 password 是否合法。那这个地方，我这里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在 user 里面，我们去查找什么呢？去查找我们的这个 user name 和提供的这个 user name 是否匹配，当然 password 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匹配，那很明显我们这儿就需要给它处理。回去，看一下，就说如果这个用户找不到，那很明显我们就需要给他 callback 回去。另外的话，如果找到了怎么办呢？找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 client ID 作为一个 key，然后呢存储起来，存在哪儿呢？存到我们这个 user map 里面去。当然，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复制我们上面的这些数据。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保存好我们的这个数据了。保存好数据之后。这里很明显，我们就应该用 true。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再来启动一下我们这个 server，看一下这边的话，连接还是没有成功，原因在哪呢？我们看这边的一个连接有什么错，username 和 password 不对。我们看这边传递的是什么呢？G 和 Pass。我们在这边再来看一下，server 里面再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正常的？这个地方要确认问题的话，我们只需要打印出这样一个
对象，然后呢，把我们这个 user 也给打印一下，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好，启动一下，注意看，说明我们这个 undefined 没有找到这个 user，这个原因呢在于我们这个 password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为了统一全部用 toString 这个方法，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怀疑一下 user name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呢也 toString 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把主词语句拿掉。看一下，是不是也就连接成功了？那这样子的话，就说明这个用户通过我们的一个连接了。那很明显，当我们改变一下它的这样一个 username 的时候，那再次连接的时候，它就连不上了。看，它就连接不上，所以它就会出这样一个 username 和 password 的出问题，所以它就会出来了。那这个呢是关于它的这样一个验证。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需要考虑什么呢？还需要考虑当我们的这个客户端怎么呢？失败之后，就说客户端掉线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里，当客户端掉线之后，我们很明显，我们这个 user map 需要怎么呢？需要 remove，不叫 remove，叫 delete，需要 delete 什么呢？connect 点 id，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会 console 一下什么呢？user map size，这里就应该是什么呢？user map 点 size。我们来确认一下，这边是连接不成功的。那当我们这边把它改造一下，让它能够连接成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一下子的话是连接成功。连接成功之后，我们让它下线。看一下，这儿有一个错。这里，他说我们这个 console log，好，这儿少写了一个，对，我们这边好，连接好了之后，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连接成功的这样一个说法。那我们删掉之后，再来看一下，看一下它就在掉线了。掉线之后，我们这个 user map 也就成了零，说明这个已经 OK 了。好，这个呢是关于连接这块的一个认证。那除了连接的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 authorize publish 这个认证。这边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很明显，这个方式呢和刚刚的那种做法是比较雷同的。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有 connect，所以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user 给拿到。这个 user 怎么拿呢？我们的 connect ID 也就有了。很明显，如果没有 user，你需要直接 callback 什么呢？user 找不到 user 或者什么之类的。当然，第二个参数就是说我们的 false 没有成功。另外的话，我们就还需要怎么判断呢？判断这个 user 如果有的话，就要判断它的这个发布的这样一个主题，它允许发布主题。是否有 topic 这样一个？好，如果没有，很明显，
也要出错。这地方怎么说呢 ？Can't publish topic。否则的话，怎么？否则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允许发布的。当然，这个方法也需要把它复制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好，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是否有效。我们要发布什么呢？A、B、C。我们随便发布点东西，先发一个成功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限制的话，我们允许发布的是 A、B、C 和 Test。那我先发一个 Test，看一下能否成功。哎，看一下，没有出错，那么也就是成功的。那既然这边成功的，我们再换一个，我们再发送一个什么呢？我们再发送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不允许的一个主题。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边又卡住了。注意看。这个时候的话，就一直出现这样一个错误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对这个主发送的这个主题就已经做到了一个权限的一个判断。当然，还可以对内容进行限制。这个地方的话，要限制内容，就只需要对这个 payload 进行一个处理，那么就可以限制这个内容了。第三个的话，关于订阅的一个处理的话，其实和我们的发布是比较雷同的，我们仅仅只需要怎么做呢？实现我们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好，要想实现这个函数的话，很明显，第一步我们也是拿到我们的 user，然后没有 user 的话，同样报这个错。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找的是订阅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来判断是不是有这个主题，有的话，好，那我们就做一些事就成功，否则的话就这个样子。那这边客户端的话，很明显，也就是说我们要订阅，我们要订阅什么呢？我们就直接订阅 ABC。好，我们先把发布做成正常的。再来刷一下，哦，这边没有启动，哦，注意看，这个地方报错了，我是 read subscribe，当然这边也要改写一下，好，启动，好，客户端已经连接，然后呢？主题这边已经订阅，这边又卡住了。看一下我们这个订阅的一个数据就已经收到了。当然，我们要想让它授权不过，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订阅的这个主题随便写一下，然后的话我们再来重新启动 server。好，然后再来刷新，看能不能拿到我们的数据。注意了，现在又进入了这样一个重连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它这个订阅也已经失败了。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自定义的一个权限验证。好，这个呢，
在 Mosca 里面的一个权限控制的话，就有这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基于 ACL，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来复写这三个方法，来实现指定阶段的一个权限控制。好，那这节课的课程的话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